一早起身，第一件事就是练习静观啦。最理想每日在同样时间练习，帮助我们养成习惯。建议初头可以在一个宁静的地方练习，你可以选择舒服地坐在地下或者凳上面，双手放在大髀，坐直个人，腰背颈成一直线，同时保持放松，将注意力放在呼吸上面。在静观的过程，我们脑里面很自然会出现各种想法，你可能会强迫自己什么都不要想，又或者要个脑一片空白，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沉醉于这些想法，又或者逃避他们。其实你只要继续轻松地坐在这里，继续静心观察自己当下的身心状况，并且听着我们的声音导航来练习，这样就可以了。